じゃあ80キロ、80キロいけるね。它是有籽的，籽拿掉。
我已经把它打开了。哇，这个会很酸。嗯，它是盐跟酸。我也有点想吃这个，那什么？看这下比较好吃啊。嗯。那不想咱们就在下面。哦，林总监。嗯。可以吧？可以。可以。嗯，这种酸味可以吃出来。哪一个酸？就那个，那种酸酱。柠檬口味的那个。嗯。嗯，其实味道蛮好的。就只是甜。嗯，是吗？嗯。嗯，甜是因为放了酸的。啊。才能显示的。对比的。嗯。嗯，好甜啊，在这里吃。这汤也够健康了吧？啊。嗯。超级无敌健康。比想象中差一点。我觉得啊。因为做的时候那个闻的味道很像。嗯。或者说，下次应该先做这个。嗯。然后做虾。可能刚热锅吃到爽，啊，可能热的可能它味道很好一点，我猜啊，就是那个木炭的味道能吃出来吗？这里面，嗯，我不太能吃出来。它不是木炭，它是木炭纸。哦。所以呢，味道可能没有那么重吧。这是装什么来着？煮那个 pasta。哦。这个是什么来着？放蒜。放蒜。你看它这个已经有点皱皮了。对啊，挺好的，皱皮都是好的。嗯，没问题，吃起来没问题。
所以是一人一粒啊，就是 distribute 两边的是吧？应该对，因为怕那个一个酸太惨了。对，哎呦，你带过来好多毛啊！没啥的毛嘞。你跟他碰鼻子了？我躺在身上挠一会儿。要开始打架了，两个人。等于切到手。不会，是很方便的。你看这个，这个是正常的切下来的。因为那个是熟大，所以全部都很容易刮下来。好，扔掉了。小孩。你先扔掉去。啊。好呀。应该不是坏的。哇，一个人便宜。对。